我的柠檬。韩吉啦，柠檬。今天那是你的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心。爱心？你的爱心好像不够尖哦。尖的好像万圣节。大家好，我是蕾蕾徐亚敏。大家好，我是美月安娜。Hello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会听话的吊车。它总共有四种款哦，然后我们拿到的是吊车，它很好玩哦，它是说只要你画线，它就会照着你的线走了呢。不知道它真的会不会听话的？不知道哦，我来写写看好了，试试看。好，换妹妹，妹妹收到，开始。画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看谁的可以成功走完一圈哦。好，妹妹来，给我盖起来。等我先吗？好，它长这样子哦，吊车长这个样子，里面要放电池，它有副电池哦，它长这样子，它开关在这边，这边打开来就可以放电池了。那玩游戏的开关在背面，这边往上推，你看它齿轮就开始在动喽。那我把它放上去吧。这是姐姐的第一个挑战，姐姐画的线。嗯。它乖乖走吗？它找得到路吗？啊！跑到外面去。觉得刚好走完一圈。好，来换妹妹的喽。来，妹妹这里起跑。妹妹画成这样子，她有办法走吗？失败。因为妹妹这边玩到90度，所以就不行了。好，方便我们再来一张吧。里面有附一张纸，是已经印好的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姐姐你再上来。好，再试。她在努力的，慢慢的遵循她的方向走了。所以那个线啊，要尽量粗一点，这样它比较清楚。换自己再画一张新的啊！有没有想要画什么图案呢？不行，我头脑没有这么聪明，可是中间没办法伸手指。好，姐姐，准备哦，姐姐要画，姐姐要准备画喽。要画什么形状？我要画正方形。他画圆圆的，边边的角要圆滑，像他这样子圆滑过去，他才不会跑到外面去。那成功跑完一圈就算赢喽。这边要连到。好，换妹妹。希望可以成功。妹妹画什么？要连线，对吧？你要连线，但他不知道。好，这一次我们换妹妹的线来吧。换妹妹的线来喽。可以。可以哈。给他跑完一圈哦。一圈。好，换姐姐。你觉得已经半圈了，是不是有过招？哦哦哦，差一点点。可是竟然跑回线上。对啊。好赞呐！今天的听话的工程车好玩吗？好玩。喜欢的可以去找看哦，它会跟着你画的线走哦，很棒吧？好棒啊！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好想要再玩一次哦。可以吗？妈妈，我想要画我喜欢的图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去画喜欢的图啊。我喜欢画的。